即将于10月8日举办盛大婚礼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 最近头条不断，继前几天婚礼请柬被各位亲朋好友提前曝光后，9月30日又再度曝光了喜糖礼盒。近日在大婚之前，黄晓明受邀拍摄时装男10月封面大片，拍摄中他身着深色或千鸟格大衣，眼神睿智冷峻，着实像个训练有素的魔术师。而真实的黄晓明忙碌并且有些疲惫，和世界上大多数男人一样，冲进嶙峋现实，只为想要守护的人拼命争取更加丰富的三餐一宿。而9月30日准新郎黄晓明抵台，现场40名粉丝蜂拥而上，黄晓明亲切跟众人打招呼，他也一如往常停下脚步与粉丝大合照。被问到大婚前夕心情，他绽放笑容表示很开心。好事将近心情愉悦的他，面对媒体访问是否来台发喜帖，黄晓明笑着表示，我的朋友大家都有。即将于10月8日举办盛大婚礼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 最近头条不断，继前几天婚礼请柬被各位亲朋好友提前曝光后，9月30日又再度曝光了喜糖礼盒。近日在大婚之前，黄晓明受邀拍摄时装男10月封面大片，拍摄中他身着深色或千鸟格大衣，眼神睿智冷峻，着实像个训练有素的魔术师。而真实的黄晓明忙碌并且有些疲惫，和世界上大多数男人一样，冲进嶙峋现实，只为想要守护的人拼命争取更加丰富的三餐一宿。而9月30日准新郎黄晓明抵台，现场40名粉丝蜂拥而上，黄晓明亲切跟众人打招呼，他也一如往常停下脚步与粉丝大合照。被问到大婚前夕心情，他绽放笑容表示很开心。好事将近心情愉悦的他，面对媒体访问是否来台发喜帖，黄晓明笑着表示，我的朋友大家都有。